嘉义县社区心理卫生中心伫咧七月份举办庆祝系列课程，第一场伫咧锡安大楼二楼举办着“身经静气，笑回赤子心”送阿课程。心理师传了着爸爸妈妈佮有小朋友共同感受着身心互应连接，透过身体的接触来缓和压力，嘛提升着亲密的互动。现代人生活步调快速，压力大，常常处于紧张的状态，受到无同程度心理问题困扰。运动伸展会当畅通经络，舒缓压力，帮助自律神经平衡，以及改善情绪。你化名小千，因为课业繁重，总是闷闷不乐。这次跟妈妈报名参加课程，在心理师引导之下，借由简单的伸展五要领：第一，擦肩；第二，伸筋；第三，伸展。第四，活络；第五，缓和；心情又好，放轻松，更加这份欢喜的心情传递回去厝。嘉义县社区心理卫生中心每个礼拜三下午，我们都会办理一些相关的一个课程。那七月份放暑假，我们特别推出了一系列的一个亲子舒压的一个活动。那今天特别在我们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办理了七月的一个首场的一个身经静气，笑回赤子心的一个活动。那现场有家长有小朋友，大家都反应得非常的热烈。那我们希望透过一些亲子的一个活动，能够让彼此之间的一个压力或者是一个紧张的气氛能够疏解。那所以今天报名的人也非常的踊跃。那我们未来在我们的19号、26号，我们都还有两场的一个亲子活动，也可以透过一些，不管是我们做一些绘本，或者是手作的一个 DIY 的一个方式，我们都希望在暑假的时候，能够利用这样的时间，让亲子更能够融入我们的生活，然后彼此能够更紧密，所以呢，增加沟通的一个机会。那欢迎我们的家长们或是小朋友们都可以来报名参加。那相关的报名网站的话，可以到卫生局网站，或者是我们嘉义县社区心理卫生中心362-1150都可以来洽询。那如果你有相关的心理諮商的一个需要，也可以打我们362-1150，我们竭诚为您服务。卫生局长赵国华表示，嘉义县心理中心暑假期间有丰富的心理健康促进课程，七月19号以及26号还有两场精彩课程，期待亲子增加互动和沟通，欢迎牵手踊跃参加。卫生局呼吁，当压力无法度排解，需要陪伴、支持和咨询服务，拢会当拨卡嘉义县社区心卫中心专线0536211150，或者是卫福部24小时免付费安心专线1925，由专人提供服务。新闻新闻，中来新嘉义县采访报道。